头发迷人的香气，这味道我一辈子不会忘。自己拿本儿找地方坐。今天讲一下云南花灯哈，说一下基本体态。鸡，自然直立，横垂手，眼睛直视。云南花灯的基本脚位有正步、小八字。老师讲的太快了，你记住了没？借我看一下。谢谢。咋？看不懂没？拉长，眼睛睁大。梅子，脖子上的东西摘了去啊。听我说哈，明天模考7:30里集合啊。啊好。哎，项链呢？咋样？不错吧？确实好看哎，哪儿买的？在我常逛的得物买的，挑了好久的零误差莫比乌斯项链，中间的锆饰特别闪，布灵布灵的，百搭还显气质。现在圣诞有活动，不仅不到100，还是品牌直发有保障，点我评论区就能买，也有机会抽千元券哦。那我现在就买哦。不对，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已经规划好了，下个月再买吧。明天7:00别忘了。知道啦。袁还没到齐啊，走，不等了啊。好，验到号的答到啊。1号到，2号到，3号，好，准备开始吧。